马桶不是乌条底，是黄无洗。市面上的清洁剂拢哪水嘞？无宝宝，冲落老掉，困的无效。2021最新除垢鱼，这款是膏的。会粘，伊唔只系加，刷落去就粘掉的，黄垢冲落都无去。你家看啦，这款安尼个个个会粘会打，拄到黄垢污垢，伊唔只系加。台湾上好的无患子，搓一搓，佮会起泡呢，上骗人的。加伫这内底，倒出来像水凝胶面膜咁款。哥哥，免乳黄垢，就无人叫你黄脸婆哦。要修哦，那检查。冲水的时爱咪啊，乌白白啦。哪杯汤的水，把这些清洁剂，唔知要偌好嘞。咱起码用小鱼，会溶出蓝蓝的除垢水哦。哇，整个水箱都是清洁剂耶。冲落去，黄垢的落去，尿垢的扬去，规间变做香滚滚。小鱼溶出泡泡哦，水哪冲落去，就是有泡泡哦。你看，会过溜哦。这琵琶润喉膏，盖落，冲落泡泡，就帮你乳，有泡都袂凉，袂凉都袂臭哦。这排水管是要安怎乳啦？全部把你乳到清气溜溜了。这颗是专利的小浮球，冲水自动滴，补水自动停，不乱滴不浪费，可以长久使用哦。台湾团队设计，真心的推荐。今天买呢，上滴酵素疏通粉，只要加热水，水管不堵住，就不会发臭哦，而且不伤水管哦。